生仿似没存在真体。你何等尊贵，你无比壮丽，为何你竟选择写尊降世来寻找我，宁愿撇下了一切。这是什么的道理，上帝儿子竟亲临世上，甘愿为我死，就算我曾淌着泪，狠心放弃自己，然而你却说不会把我遗弃。超越人间的道理，十架待死的恩情是这生重现传记，在昨天曾觉绝望，今天已全忘记，重新找到生存勇气。千里